上午我是在家睡了一个懒觉，下午呢我打算和我的朋友婷婷，我让她陪我去拍海马体的写真。为什么突然想去拍写真呢？因为前段时间我在某书就无意间刷到了他们新出的 The Girl 系列，每一套我都超级心动，那其中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这一组，就非常的有绿野仙踪的感觉。说实话，当时看到这一组的时候，我脑海中就已经开始在幻想自己穿上这条裙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们这个系列的理念呢叫做 Always Girl Always Go， 这个理念还蛮打动我的，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要多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就有可能会发现自己不一样的美的地方吧。好了，那我就废话不多说了，今天也是没有化妆，就只是给皮肤简单的护了一个肤，头发也是专门洗了但是没有卷，过去以后他们会帮我做妆造这些的，我还蛮期待的，那就跟我一起出门吧。我预约的是海马体这一边的，现在到了，今天人还挺多的。这个是我的好朋友，他已经等了我一会儿。没有很久，走吧走吧，很快的，走吧。Hello， 我跟婷婷见面啦，今天就由她来帮我掌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走错了吗？我们俩现在要去找一下门店。Sometimes it feels like I'll never have。 哦，这家店还挺，感觉挺大的，看到了。Every passing moment new， and when I'm not with you， I know you'll still agree， I'll be the only one to love。 你好，你好。对，我预约了，就是预约了。很久都没有自己拍过单独的，所以这次呢就还蛮期待的。这个发型的话有没有什么想法？我想弄一个卷，就是大卷。哇，原来打阴影是这样打的，学到了。那您平时是咋打的？打，因为我颧骨比较高，我就打这儿跟这儿。你要贴浓一点还是说自然一点？自然一点，对，嗯。头发的造型，就是想要一个比较自然的卷发的效果。化妆师在帮我最后固定一下头发，就可以拍了。照了，对。哦，那会来进行。
去，我再去给你整理一下。好的。哦，好，他们的服务真的超贴心。好的，好的。然后你又觉得我是萌女，哎，这次叫你的名字，还有一点头，对吧，微笑。好。好。好。숨쉬는것도너만견도답답해내때문에나는잘못한게없는데편히잠들지못해기분좋게잠들지못하는이유뭘까그대꽃취해보도날이좋아도예쁘고좋은건다꿈꾸다봄이다가져가脸上的小装饰我就得把它卸掉了，真的很舍不得。对，我这个蝴蝶都还在这里。我也想说今天这个体验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新鲜的，还有这边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负责也很专业。通过今天的这次拍摄体验呢，我也想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喜欢什么呢就去大胆的尝试，就和 The Girl 的理念一样，去大胆的做自己，做不被定义的自己，趁年轻嘛，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期的视频，我现在就要和我的朋友他们一起去吃晚餐了，我已经饿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菜，红肠。红肠，尝一下呢。我感觉这个煎饺味道应该也还不错，煎饺好吃。嗯，我买了这种辣椒汁。